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这几天我一打开评论区啊，就看见大家都在声讨貂蝉啊，什么无敌帧太长了，减速太恶心了，对抗路毫无游戏体验等等。再看看英雄榜，好家伙，21%的出场率，21%的ban率，还有超过50%的胜率，难怪一直有人在视频下面提问啊，怎么克制貂蝉。那本期啊，我就教大家怎么打赢一个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婆娘。一说克制貂蝉，很多人脑海里啊一定会浮现出啊那一句话，你强任你强，东皇家张良。没错，玩貂蝉啊，肯定最怕遇见这两大控，确实克得死死的。然而啊，单纯的英雄克制并不能直接转换为胜利，克制了貂蝉并不意味着能赢，不然都知道玩张良，怎么还是让貂蝉火了起来呢？这把对面的阵容控制很足吧，但是很明显他们能按死一个貂蝉，但是一套打完啊就再也杀不了这个艾琳了。外加啊，这边抢了一个东皇，反打能力也非常强，输赢也很好预测了。再举个反例，这把似乎没什么大控，他怎么就把对面的貂蝉拿捏了呢？因为我们这边大控没有，却是小控不断，刘备、钟无艳、公孙离都是秒人的存在，貂蝉进场只要被石化或晕住啊，就立马消失，没有发挥空间。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多控制能克制貂蝉，但是伤害也同样重要。我们之前就推荐过上官婉儿和高渐离来打貂蝉，一是因为他本身没有硬控，挡不住开大，其次啊，这两个英雄啊都是持续伤害不断，貂蝉躲一两下没有什么用，这也不能叫克制，只能说啊，超高的伤害直接碾压，伤害足够了也就不会出现全队秒一个貂蝉然后又被其他人团灭的现象。所以啊，想要完全打赢貂蝉阵容，还是得先保证伤害，有控制当然最好。那么问题来了，稳定控制加上较高伤害，谁最符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强力人选，钟无艳。他不管怎么样，锤子嘛，转起来就完事了，暗影战斧加破军，见谁都是秒，给对面来一锤子，相信你会惊叹这伤害量的。另一个就是一星了，虽然伤害没有钟无艳那么爆发性，但胜在持续不断，可以卡貂蝉二技能，大招是一个大范围控制，足够把貂蝉的大完全覆盖掉。不过容错率不高，上手也不简单，因此啊，选钟无艳更好，简单粗暴还肉的不行。那有小伙伴问了啊，大仙你没说错吧，肉一点打貂蝉有用吗？哎，貂蝉之前的调整还是削了后期伤害的，打肉确实没有以前快了，所以看着貂蝉啊，也不要刻意去拿脆皮英雄。反过来想想啊，都说貂蝉打肉厉害，秒脆皮啊不是更简单吗？那既然短腿战士跑不过貂蝉，那就肉一点多打点伤害嘛。除了貂蝉，另一个大家都说啊难以反制的蓝也是如此啊，不能一套秒掉就会让他刮起来。其实钟无艳打蓝也是一把好手，这可是职业比赛上验证出来的。所以说啊，克制关系不能只盯着某一些啊机制钻牛角尖，一定要考虑到全局的影响。就好像拿伽罗打嫦娥，却没注意到对面全是秃脸阵容，自己还没人保护，这不就白给了吗？一个案例名为不分解不反应的先有提问啊，大仙，小明的链子连上摇后啊，摇在开大，链子还有加成吗？小明链子连敌方摇，摇在附身队友啊，那么链子啊会直接断掉。那如果摇和明世隐啊是队友的前提下，小明链子连上摇啊，摇在附身状态下是可以吃到加成的啊，但是啊被摇齐的队友啊则没有。不过这种摇明组合啊不建议大家用于排位啊，不然队友心态容易炸裂。大友公会96536虎牙688每晚7:30，咱们不见不散。